最近林心如算是大火了一把，先是早年拍《还珠格格》时周杰强寻舌吻她，心如中对此做出回应并关闭微博，老公霍建华却无故躺枪，而前几天的巴沙慈善晚会又再次把她推上风口浪尖，随后他们出席慈善晚会却未捐一分钱，很快就被恶化，遭到网友谩骂。可林心如一直宣传慈善，致力于慈善事业，然而网友扒出林心如出席65次慈善活动，累计捐30万，或许这个钱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，但相较于做慈善的人来说确实不多。网友列举出林心如至今参加65次慈善活动，总共捐了30万元，均在2008年共获得8个大使、先锋等荣誉称号，以及一个捐赠纪念碑。巴沙慈善晚宴一共出席过5次，看到这些网友的评论就是一边倒。各位有什么想说的呢？